它是光个声音嘛，刚开始。但这个又，这个就是说，又讲到了，你说我们是缘起的啊，就是宇宙本质上，就是我们分把它微观，把它分化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你可以分成最后成为光啊、声音啊这些，就再往前边，如果分一下的话，你看到的是物质，就四大嘛，是吧？对对，如果从三维是你看到的是物质嘛。加上速度可能就超光速以后变成光嘛，就是一个东西旋转，高速旋转加上速度你看不见了嘛，是那就变成光了嘛，一团光在那转，是不是？你看见是不是？我说这个理解，四维五维六维你再往上看，可能我们物质变成光明了嘛，然后变成光明变成声音了嘛，它是就是说这个还是方便说法，这个不究竟，但是呢从宇宙的缘起，就是因为一切你众生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的嘛，众生执着嘛，从时间空间，从我们有的范围讲，它是个种子字，一切东西从它派生化生，所有其他种子都是头，对，源头。而且也就是就是密宗不是很讲究这个啊元音嘛，就是这个啊，就一切都在发这个啊母音，这叫母音嘛，就是一切声音里边都包含着这个啊啊的声音，就无处不在，就是用一些声音来带跟我们的空性链接，就是说这个声音能代表我们的空性，它就能够有些声音，比如说如如不动啊、涅槃啊、或者是不生不灭啊，这些能够用这些特性能代表我们的空性跟佛性，那文马你标念后也可以，总之就也能用这些字这几个字母来代表我们空性的特点。就是用从声音的角度来谈空性，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是启用八零八零后，就是说很，你能够真的启用它的力量，你都安住在空性启用。你就所以持咒要清净，你要首先有清净，有专注力，你咒语才力量大。这就像人家摩登前女他妈，你持咒就能把阿难射手住，你就不行嘛。哎，可能人家那个梵天咒，那有的人没什么持咒就效果，有的就是我们的散乱嘛，不行。他有一些写法，还有你的有强烈的欲求，学那些东西也会起作用。一般就是这些，就像佛的这些咒语，你要用来害人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咒语很多很多，因为佛学这么久了，各种门派的咒语啊，其他宗教的咒语一大堆。因为咒语是无量无边的，其实。什么都说就是咒子，只要能射送你的都可能叫咒子。他这种咒子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不是他是什么，有的就是就像什么，反正是动物能听懂或者其他道就是能听懂的。有时候就是佛在告诉每道众生或者怎么样有个讲道理啊，或者是有的就是呵斥他，然后你说出来那个东西就走了，他就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声音是呵斥的，可能是呵斥龙的或者呵斥什么的。还有就是有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说一个男的去另一个国家了，他冒充王子嘛，冒充国王，冒充是这个国家的太子，他就到了另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国家，其实他是个流浪的乞丐，他说我是那个国家太子落魄了，然后就娶了公主吧，娶了公主他时间久了他就变得很娇慢，每天这个公主还给他伺候他，还给他端饭，他就很娇慢，说就还挑三拣四的，还不吃，嫌公主给他做的不好。然后有一天这个大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商人做生意来到这个小国家，然后这个公主就召见这个商人，就说是你们国家那个太子呀太难伺候了，每天在这我每天端上端下的，但是他又就是很挑剔，就是尤其这个饮食很挑剔，你们国家人吃啥呢，我跟你学学啊，或者是。然后这个商人是知道的，说这纯粹是个乞丐骗子嘛，肯定因为他国家的太子就在国家那边，他就知道他是个骗子嘛，但是他又耐于说是哎呀，我们国家人总不能丢脸起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的骗子嘛，说我们国家有骗子啊，他又不好意思揭穿，他就教了公主一句话嘛，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流浪者，你本来就是个乞丐，你现在享受荣华富贵在这儿，你还挑肥拣瘦呢，意思说你要想起你曾经连这些连什么都吃不到，你要想想你自己，就说了这几句话，但是这个公主不知道什么意思，他用本国话说的吧，其实就说了这四句话，
然后这个人说，我教你个咒子，你就把这四句话一吃饭的时候就念给他听，念给那个乞丐听嘛。说是他就马上就吃饭了，这是我们国家吃饭给的咒语。其实他就是告诉他，你就是那个国家的人，你乞丐，你忘了你就是乞丐，你还敲啥的？其实就这么几句话。这个公主说，那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国家人说这没意思的，因为这他们国家的语言嘛，说这个咒子没意思的，你回去一说很灵。那公主就学会发音嘛，回去对着她老公吃饭的时候就念这几句话，她老公一听就吓坏了嘛，她就知道是肯定是他们国家有人来揭穿了她嘛，就乖乖的坐在那赶紧吃饭。她公主说，哇，好灵啊，这咒子就流传一世，就传下来，这就咒语吧。这就有时候你比如说就像黑道，有个黑道大佬在房间坐着呢，那个人不知道嘛，来了一个什么小毛仔来了，比如说跟他打仗，他不需要说，他直接把那个人的名字报出来，那个小毛仔就跑掉了，可能那就是咒语嘛，悄悄地爬在那说谁谁谁，那小毛仔知道嘛，有力量的人在后面，就可能跑掉了，那他就说这就是咒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小毛子跑了。其实观世音菩萨怎么会打他呢？但是你念了这个，那个小毛子说，哇，可能观世音菩萨就在旁边，他怎么会念他的名字呢？他又跑掉了。不，这就是咒语，很多咒语的意思吧，就没那么神秘嘛。所以最主要成道，这些咒语都其实是靠咒语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你能增强多少呢？我们总是恐惧，然后总是有种种欲求，靠咒力来达成自己的欲望啊，增加自己的力量。其实你安住在本性上是力量最强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想这些能有什么，是不是？只是在这个路上众生没有力量嘛，有种种恐惧，又被幻象所迷，所以佛菩萨才慈悲嘛，说一些咒语让众生去持诵嘛。持诵的时候，其实其他维度的众生知道的，比如楞严咒你去持的时候，天魔道的众生听到了，哦，佛弟子在这儿，因为只有佛弟子能持出来呀，其他人不会持的，因为他那个咒的力量他是在顶轮这块，因为只有释迦牟尼佛，因为只有成正道的人他才能梵顶轮这儿能那个咒语的那个力量，他才能从这儿辐射下，他是摧毁一切假象的嘛。那持它总是有点收获的收益的嘛，一点都没有，应该什么？就说你是持这个。有啊，你比如说他是属于就像楞严咒，他是属于他为啥在这一块值？你看，因为天魔道在上边，我们比修这个修到气脉的天魔道体质在上边，所以他要是破天魔道的咒语，梵天咒语就属于上边了，所以他必须从这儿往下破，就是所以佛会在顶楼放光，光中有化作佛，然后持诵楞严咒嘛。但是这儿已经是佛的最高正量了嘛，梵顶楼，这儿视线已经是。那这个咒语呢，它就摧毁一切。如果能把天魔道已经在我们生理的上边了，它这如果摧毁天魔道，那下边这些都要摧毁。所以这个咒和楞严咒很厉害的嘛，它的意思就是，其实破一切假象，就是时间空间都要破掉，时间空间一切假象，那能破天魔道，那天道也破。所以它不止破天魔道的咒，它还能破菩萨跟阿罗汉的咒。就是你登地菩萨的咒都被楞严咒能摧毁，还有阿罗汉，只要他没有达到这个位置，只要他的正量不到这个位置，全部摧毁，就是破一切假象。就是你，因为你登地菩萨也是幻境嘛，所以楞严咒他对你帮助你成道，在路上，你如果那个什么去持诵楞严咒，登地菩萨或者天魔道，当然登地菩萨不会坏你嘛，坏你的道行嘛，那些天魔其他道众是如果他有心说要坏你的道行，你就一吃这个咒就摧毁了。而且有的东西，有的众生他是知道的，哦，你是佛弟子嘛，你就法子嘛，就是因为传了楞严咒，他法子嘛，说他就不碰了。所以在路上，他其实是个护持，就是你的正量不够，佛拿佛的正量来护持你，就等于给你从头弄了个罩子，唰就把你。这样罩住了，就是自己搞定了，老板帮你搞定。哎，对，老板搞定的时候，所以你要把这个咒子，如果是实修的话，楞严咒一定要经常会持，哪怕一两句，你全持不下来，记个三五句也行，着急了，也能用。
但是就是他就是破，主要是其实对于天魔道这，因为其他道众神他也没有能力摧毁你的道痕嘛，他没那个力量跟佛弟子抗衡其他的，而且你也不容易着相。但天人道跟天魔道容易着相，天人道是什么？他太快了，你容易太快乐、太圣洁、太纯净，有些人很喜欢就是快乐的境界。还有一种就是拥有很高的权势名利，那种就是说我慢那种大我那种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种。而且这一类呢，天魔道有，天魔道会给你，他就会用这种东西击败你，就是因为你有欲求嘛，他就会击溃你，因为你有私心欲求，然后他就趁虚而入，他就能让你转移心思不再修道了，就是让你的心移动嘛，就是不再安住在修道道位上了，就让你去去赚钱，哎，名利情就是。但是天人道也有啊，天人道也有情执嘛，天人就是天魔跟天人道，这是两边嘛，都在这个顶这一块，哎，都很高了，他们都有功德，都能转你，就能诱惑你跟转你嘛。天人女的很圣洁嘛，她纯净圣洁，她追求完美的情啊，这些也能让你因为这个移动嘛，移动不再修行嘛。天魔道也能，天魔道有神通啊，什么有这种，比如说我能让你爱上谁谁谁谁谁谁爱上你，这都其实是魔道的东西，他就能用这种东西诱惑你，让你就去造业啊，让你去做很多的错事啊等等，就坏你的道。其实他有力量坏你道，所以人也就从这儿破嘛，从顶破。那样就挺厉害的，嗯，你要懂的话，你就会用嘛。就如果修行的人，佛说，释迦牟尼佛不是说，如果你在实修的路上，说是能不用楞严咒，你能够不着魔相，这个真太难得了，就不可能的，你肯定会着，因为这两道对你的诱惑太大了，因为它超越常人，一个我们的从一个凡夫心起修，到了这两个境界的时候，凡夫心会。一定会迷恋进去的，一个是神通境界，神通境界还有他的那种智慧相，天魔说法很厉害的，那些讲经说法你很难去辨别，但是它里边有些东西不透，它最后的有几句不透，所以很多邪教的领袖都是天魔道的，就是你看他摄受力很强啊，就是他还不是一般人，还他那天魔的。他十句里边有九句说的很有道理，他是超越常人的，但是有一句是错的，你根本分辨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好像大概说的跟佛说的差不多，但是最后一句不透，他永远把你覆盖在天魔这一块。天人道也是，他也是很多理论啊，很多境界，他说，然后呢，甚至有情啊，这种纯净的情啊，纯净的东西，很圣洁的、纯净的、完美的东西来诱惑你，让你的心觉得偏离，就是就没办法，眼里一点沙子都揉不了纯净的，就是这两个其实都是偏左偏右嘛，都不是我圆满的中道嘛，就这两个都让人容易走入，这两个都是比我们人力高一点的、高等级的，都容易坏我们的道。所以这所以要持咒嘛，天魔道这边就持楞严咒嘛，天人道这边要破分别嘛，否则都会感召魔道的嘛，你要有个纯净，你一定感召那个邪恶的过来，阴阳平衡嘛，或者你着了邪恶的相，自己负面信息特别多，就忧郁了。持咒是把自己的相破了，还是把天魔赶走了？就是首先外魔他不能无法靠近你，第一外魔靠近不了，第二有那小心魔，心魔就是你对你强烈的执着的那种欲求啊，你就特尤其你在禅定境界，你比如有神通了，你迷恋在神通境界里，其实你那还算不上神通，因为没得漏尽，那都不稳定嘛，下一辈子再来就没有了吧，带不过来的，所以那种都是不稳定的神通，所以这个佛就是说没有意义嘛，所以但你也会降服你在你迷恋着，比如禅悦或者是打坐里边，你有一些境界很开心，你就在里边不出来，你每天打坐就玩那些境界，这些都会破，安住在那儿持咒。嗯，可以说就打坐时候在里面也不出来，然后其实你可能诵一下楞严咒就把你这个状态打破了，下次就不会这么。他破诸相嘛，破一切相，就是破一切相嘛，你所有的境界都是假相嘛，你都是相嘛，他破一切，就是用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的功德跟果位上的正量那东西去破你，它是有力量的。
就是所有的一切下都是虚妄的，让你那个清理你的，这个主要是外魔，他对外魔的威慑力大一点。嗯，已经在那个境界里还能想起这种严重吗？就是说你走快走火入门，你就说这个咒是个一个武器，就是说你背着宝剑行走江湖嘛，总是给你配了个剑，你用不用在你了，你手里总有一个武器给你带上了嘛，是不是？至于说你说你就不会用这个剑也没用啊，或者是我就是关键时刻忘了拔剑了，那也行啊，反正你就灭了呗，让人家灭了呗，那有啥办法，下辈子再来修。天魔道也挺好，天魔道六道的也在顶上，比人类快了。我在这不能夸天魔道，一说天魔道也挺好的，会被所有佛弟子骂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天魔是能坏正法嘛，所以佛弟子特别的对这个恐怖，就特别排斥天魔，因为其他道众生没那么大力量能坏了佛的正法，而天魔道人的力量特别强大，他能把佛的佛法给灭，所以佛弟子对天魔就是很恨，就是所以不能说天魔道跟众生平等，六道平等里边好像天魔道偏偏就是最差的一个，就骂天魔道。但是佛普度六道，天魔道只是其中一道嘛，哎，所以没有什么嘛。嗯，天魔道生来就坏吗？他是有习气嘛，不是坏，就是说我们的心性里边有天魔道的习气。你没有你也改造不过来，知道吧，人家还看不上你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是不咋地，你以为魔王会看上你啊？魔王不会看上我们的，我们还连吃雷也咒的机会都没有。跟人家靠着，人家不理你，反正你修到那个级别，人家魔王说你这家伙还想从我的手心跑出去的时候，他才会控制你嘛。什么样的人会引起天魔的兴趣？修正到走火入魔的时候。这时候讲剑还是讲功夫？就是能量比较大，就是我脉比较重的人，就是容易进入天魔的界，还有我脉。一定要有能量吗？能量要心力要很强，心力强，然后能量大，然后呢？我比较我慢，比较就是我慢，就是天魔道其实主要是我慢，就是傲慢跟就是还有就是他功德大嘛，天魔道的这个功德大，但德不行，就是有天人之就是福报，他有福报嘛，所以他上着天道，天魔属于天道的一个嘛，一粒嘛，所以他福报还是蛮大的，人家也是做有时候做好事嘛，福报嘛，但是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就是有时候毁坏嘛，就像，就是你要得罪了他，完了他灭了你，他没有慈悲嘛。你不得罪他，他对你很好；你要得罪了他，菩萨道的人会宽容，会柔弱，会慈悲；但是天魔道的人就是，只要你侵害到他的利益，哎，看你侵害到什么了，他就不收了，他就。他灭人，他不能到掉地狱去吗？他不怕嘛。他也知道嘛，哪个不掉地狱了，火爆说都得掉。他上一次没有。上一次。他知道啊，我们现在也知道不该灭的时候也灭嘛，人类也知道有因果的，不该做啥事还做。他习气犯了嘛。他德行不够怎么打的福报呢？比如那些黑道老大做大量的慈善事业，但是他还是杀人放火啥也做嘛。做善行不改恶行嘛。就是佛法学佛的人是行善的同时止恶嘛，但是这个世界很多人只做善不止恶嘛，那黑道老，我每天做慈善啊，做戒希望想啊，做了很多善行，该干坏事照样干，所以他就福报大了，他善行变成了报，但是他行为上的意识层面的东西什么也没改啊，习气啊什么他不改的，这种就是由于升到天人或天魔道。善报熟了就上他杀人那个报还没熟，对，他要那个报熟他就下地狱了，他就每一个报他都是熟了才算。报怎么熟？但是功德报怎么熟了？你遇到畜缘就熟了嘛，比如说你上辈子吃了只羊，然后呢这只羊杀的时候你亲手杀死的，然后这只羊正好今天跟你同时转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两个人同时在一个还在一个公司或者什么面对面了，
暴死快熟了。如果因为你吃过它，哎，然后你不知不觉你好像你就欠它的，你就欠它的，它老从你这儿要东西或者做什么，老觉得你还不够，因为你欠人家一条命嘛，它就不断的走，然后总有你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开始心生越抱怨啊越气，然后就开始冲突冲突冲突，它就把你干掉。因为吵起来打起来他就杀了你，这就还完了嘛。但总有一个诱因嘛。但是他是只羊，他但是如果是你知道这个因果，你说哦原来是我欠他的，随他了，你就特别快乐，别跟他谅解，别哎不断的不断的跟他交往，然后呢不断感化他，不断感化他，告诉他哎其实生生世世这个欠真的是没啊，他慢慢懂因果，两个如果都懂因果，那这种报就很容易停下来，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你欠他的，然后他再欠你的，生生世世你杀他，他杀你，你杀他，生杀这个没完。你这辈子杀了他，下辈子又杀你，下辈子你又杀他，杀他没完。就是我发现这种就是这种缘，有时候恶缘更难了。就是如果是两个人有仇术士啊，有逆缘，两个仇人相见，真的是分外要不，哎，一般好的逆的，就是分也分不开，因为没有那种逆位的关系呀、啊，两个人粘在一起的关系，他就杀不掉他，杀不了他。就是特别爱呀，还是好的不得了，然后怎么也分不开，好，这样就伤害就开始了，就是柔软的，就是那种刀子，一刀一刀割你，还是那样的，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完蛋，真的是，就那种，如果人与人之间很仇恨，他会分开，他就不会在里边很难受报的，其实反而两个人很恨，他可能就躲避了，跑掉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奇怪的。你不要以为你跟那个恨的人是逆缘，也许有时候是善缘的，就分开了，就是这一辈子两个人思想什么意见不同就分开了。但有的就是你看那些冤家好的不得了，大吵怎么也分不开，然后那个就是送报的，很多夫妻都是冤家。我是举个例，就是真的是他暴力啊，家庭暴力，大吵怎么也分不开，冤家路窄嘛，没还完。对，但是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智慧的，就是看不见嘛，对对对，所以你的成道嘛，只有成道才能知道嘛。但成了道，你就算是你看见了又怎么样？明知道他，哎，就算我欠他的，但是呢，你还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上辈子的事，这辈子没完了，你还有完没完了，气得不行啊，是吧？这个再还的真的是让我不舒服嘛，你所以你就气得不行，气一生气算了，这辈子跟你了了吧，他又把他杀了。人这个生生世世啊真的特逗，这就佛说了，就是我们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就这么，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就还来还去还来还去，相欠嘛，都是欠，其实都是相欠，欠债杀业，杀盗淫嘛，三心里面有杀盗淫，这个相欠就永不止境，相生相欠，然后呢杀业，杀盗淫嘛，有淫就生嘛，互相生，生来生去的，生谈不上，但是你要有生，你就会苦海已经尽了，你已经在时空里边轮转了嘛，你说是恩还是我们现在说要报父母，佛说这个生就进苦海了，是因为你的就是很淫欲嘛，心中有一念之淫，一念你就投胎了嘛，杀心你就生生世世，杀道是相欠嘛，你欠他的，你今天盗了他的，他盗了你的，相欠嘛，而且我们欠地球的嘛，我们吃了地球的，喝了水，出了人家空气，吃了地球上的粮食，这都是欠人家的，你想跑，所以被地心吸住了吧，跑不掉吧，这都是相欠。我们地球的债怎么还？地球的奴隶嘛，你不困在这个时地球上飞不起来了吗？这个账还能了吗？嗯，这个账还能了吗？能了啊，咋了不了，你撑到飞了就算了。他是说就是说我们就是他是以这个相欠相杀还债还有这个相生来阐述我们内在那个杀盗淫那个心识，具备的那些东西会导致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出现这些问题，就是人生生世世不外乎就这些东西，我们的关系就这些，就曾经要么互相杀过，要么互相欠过，否则怎么能有缘聚在一起，否则你生我生你了，大家都是眷属了，所以什么叫眷属，就生生世世或者我们大家都是可能一家的，你生过我生过你，还不知道轮回了多少几亿是数不清啊，
所以你要想是把这些再了白佛，说你杀到一个净就了了。心啊，心杀心道心淫心净了就没了嘛，这些就可以不花了嘛，就是了了嘛，不再造新业才算不再造新业了嘛，旧的也可能就心都不受了了了，就是最起码心性上不受了嘛，但肉体还在，你没转化的话，肉体还在报嘛，它就头也就是个幻境了。在心性上你已经回去了，等你回去了，至于你回到哪里，你自己知道，想在哪在哪了。缘吧，都是缘。我迷在这种缘起。嗯。就是迷在缘起。不用逃避，遇到要债的就还呗，坦然的。你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恨的就烦的要死，但是你就是分不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肯定里边有欠债的东西，债务没清，或者里边两个人有约定或者是什么你没了，然后呢，所以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要想清你就尽快的清，你要想分开就尽快的清理债务，肯定分开了，或者你欠他的，要么他欠你的，要么是你杀过他，你吃过他，人家就在报仇呢。等等，甚至就这样。